打球，谁输了？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挺明显的啊，陶侃林什么对抗、啊？对，这还是挺明显的。嗯、可能吴科稍微的啊，夹击可不是好策略。对，林志杰再给胡金秋13-14。对，整个这个进攻啊，球完全倒起来了，硬的熟啊。嗯，胡金秋的中距离，你看这福特森这球传的。对，那么你稍微一协防他，福特森就是助攻。嗯，胡金秋正面突破，胡金秋一匹篮啊，嗯嗯嗯，篮板球被孙明辉拿到了，嗯，孙明辉，哇，漂亮的背后，再给胡金秋2+1，哎，今天这个谁，孙明辉啊，自从中韩那一战之后啊，啊，手对劳森也是有一个基本判断，哎。弗洛西斯，好球！再往篮下给，这球被干扰了。胡金秋，身子现在缩的也够小的，啊，缩的很小，哪个位置尽量这掩护的话，我就换啊。对，一防一。胡金秋又是中距离，嗯。虽然呢，在防的时候呢，从进攻上来说啊，我真没见他急过，人家就是踏踏实实打球。嗯，谁输了？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这边呢，广厦队又一次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7分。啊，不让他走左手，特像。这胡金秋，哎呦嚯！胡金秋这第一步突破够快，够快的。如果说广厦用福特森，那他这个内线呢，就是。就是这个，就是得用国内的。你看他，你看咱们刚说这个广厦是不是要收缩？收缩了，嗯，收缩你外线大空位，你这时候邦邦进俩呀。外线李京龙三分球没有，你看刚才和胡金秋，胡金秋前场篮板球，这是从小丁和这个莫泰的中间把篮板球拿到，终结。对，真是防的人仰马翻，人仰马翻，那常规换人。你要说今天这场球啊，咱们要说找一个决定比赛的因素啊，嗯，就是广厦的转换打的比例，怎么说？嗯，福德森传球，这都知道要传胡金秋，对，